刚刚吃到一口辣椒，一直喝水。好像没有买大饼，对不对？某王频道合家观赏的好频道。哈，要录什么？今天我们来到一家位于社子岛的60年老店，在 Google 地图上拥有1700多则评论，且高达4.2颗星。社子岛第一啦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然后他们很推荐这个辣椒，听说这辣椒蛮强，就是加一瓶比较比较那个淡，然后也不辣。吃到一口辣椒，一直喝水，好像没有买大饼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么夸张啊？很好吃，辣椒很香，很好吃，麻麻的，太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还在辣，好可怜，还在辣，流鼻水。好吃，好吃。对，公车也可以到。到下竹围。怎么说？延平北路7段。不敢吃辣的，不要吃辣油。等等，来这里就要吃辣，它是精华。对对，可是它辣真的是好吃。哦，是香的啦，很特别，跟外面不一样。对，自己过来吃就知道了。那、啊、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你喜欢吃辣的，很推。对对对对对，赞赞赞赞赞。喜欢这部影片，帮我们按赞。刚刚不是有？没有了，再讲一次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